泰拉斯特对 Sams。我们看看怎么开始。哇，踢一下就是一半的 percent 回来了。哦，漂亮！直接用那个光炮阻止了 Para 的Lisa 的冲刺哦。combo 都没有连起来哦，不知道为什么。Lisa 的中文翻译不是光吗？如果要补翻的，米拉什。哦，那个泰拉斯特那个费尔，还是费尔，刚好好像是费尔。对对。哦，洗衣球，完蛋！哎呦。哦，没有捞到，哈哈，他第一次没有捞起来，哦，竟然没有中，喂，哇，哇，刚连续躲了两次贝尔。哇，把那个飞弹射爆，死吧，我讨厌你。哇，漂亮的那个 B reverse charge 骗出防御。哦，他脸着地的时候那个地板爆炸了。为啥在掉下来的时候好像是脸往下啊，呵呵。哦，最糟糕的时候 Tara 的手边。哦，输出。刚刚新年想要那个恶心套，不过套完全把 percent 给咬着。哦，这个没有中有点奇怪啊，刚刚好 hitbox 没有碰到。但是不会死。哦，两次阿贝尔还不够。哦，不够，哇，那个也不行。洗衣球，哇，很难讲哦。有了，他多出来的脂肪不够防御那一下抓哦。啊，那个其实真的很难回来哦，因为那个 Para 的那个 Dare 下方给的陨石判定应该是全游戏最大哦。哦，对对，塞菲罗斯。难讲，哇，又一个那个漂亮的贝尔。套咬得很紧哦。炮发出了很难过的叫声。哎呀，太急着进来了。但他前面都打得很好，他刚最后那一刻想要回到场中央，然后就被心里抓个正着。
有些时候啊，就是你就要愿意接受抢边边的位置哦，你不要想要分到最快那一块大蛋糕，最大一块的那个蛋糕，旁边的小块的其实吃一些血血也会饱。第二场因为是 quarter final 的关系，所以西内已经拉了。哦，脸上塞一只脚。哇，8700。爆炸肩膀，哦，真危险哦。好，过去了。哦呦，自己反而那个被炸弹给弄到了，应该要再一次那个 up tilt 的。好，打出场外。好，漂亮的 down tilt。靠，在命数上反而领先 Cine 哦。哇，8700。哦。这个一系列的攻势哦，Sam 是强就强在这里哦，他不想让你进去的时候，你真的很难进去哦。好，漂亮的片转身抓，炮没有让哦，漂亮的贝尔，95%。没有踩下来。套的动作很漂亮，没有放什么破绽。反正西内现在被逼到场边。哦，刚刚那有点可能是 dash attack， 对。哇，这个很漂亮，这个是神级的 parry 哦。哇，心里找不到空隙哦，很难贴进去。哇，这个长出一只手。哇，那个刚才打到就再见了。哦，差一点，心里陷入大危机哦，死掉了，还不够，哎，够，这装甲是银河买的，像纸糊的，有办法收掉吗？哇，真危险！心里看过这招哦。哦，这是不给他啊、哦！完蛋了，玩得太想要了。太随便了，心里就说：“哦，我就是要你死，我不管我要付出什么。”
这种我跟你讲，你这种时候不要讲什么，我一直想看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这个情绪，我也很好的。啊，那谁在直播台上讲这个 ？Thank you。应该还是他们，因为你们刚刚领先出来，所以套出去吃饭。对。好，套最后一场，太强。第二场，第三场，一比一，刚刚套拿到了西内送他的一个那个抓，西内躲了所有的抓，然后最后就，既然我躲了这么多，总该给你一个，对吧、啊？不然太小气了。对，那我们看西内用功该怎么使用。其实刚第二场套真的就是完全把西内挡在外面了，所以如果能够打得像刚刚一样的话，其实是不是西内赢也不一定哦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哎呀，刚有点随便的空前上来。OK, I will。哦，漂亮的抓跳，但是还不够。想要冲 A。哇，他竟然放掉了。对。大家都不会想到。他整个装甲被塞了一把剑进去啊。应该混了。哦呦，刚那个是传说了。哦。刷了那个三次，对啊，这个手边现在是西内劣势，场地上是劣势，进得来吗？对，套要好好把握。现在西内没有完蛋，然后反而被中一个这样的大 set up， 被凹到一个下那个 there， 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那个 dare 真的是永远不能中了。对啊，中了就是免费一个上 smash 或上 B， 或者死。类似讲，我们都讲了类似的话。哇，手指头爆掉。对、啊，虽然神剑也怕手指头受伤了。无名指飞出去，应该拉烂吧？不会飞出去。哎呀，戳了！哦，阿贝尔，然后那个，好，哦，漂亮！哎呀，没有中，运气掉啊！切攻击，中二大斩，切斩。然后其他打的东西在哪里呢？哦，那个还那个 auto cancel， 切，还没杀。推出去，完蛋、欸，没有，越不妙。对套来说，哎呦，套躲掉那个最可怕。可是他刚刚也错过了他唯一可以起身机会，完蛋了。哎、欸，不够、欸，落判，会死吗？看似不妙啊，对，现在被燕摸到，现在就死了。光是那种，你知道，小拇指踩你脸，你就死了。对，小拇指跟你脸对决，那小拇指会赢。对啊，脸确实是很烂的。对。现在套稳住，然后，哎呦，西内一直在丢那个剑呢、啊。西内告诉你，
燕也是一种飞行道具角攻略了。完蛋了，完蛋了，完蛋了！没有，刚刚现在想要 jab 啊，不够，那在边边才会死哦。对，现在是完蛋了！没有，还没有，快活着！我记得下丢好像会死哦。好像不会，有要位。OK。完蛋！哦，哇！他刚 DI 错是不是？应该是对。没有，他应该往外 屁股破掉了。这个一定要死啊！这再不死就 Pyra 就颜面扫地了。你要继续哦，对。